哇塞，怎么整个不演了耶？我觉得啦，我们如果除夕那天，好不好？我们有一集来讲一下红包。哎，先来个聊天吧。不要再嗨了，不要再嗨了。哎，他这个聊天室变上线很像我增加。最近可能先把背包的那个抽完。那 秦始皇有了呀，烦欸！哇哦，对真，这次也蛮少见的欸，感觉。那 可以预览进化的样子啊，是不是？对，哎，有没有人加我呀？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那这些第一局再参考一下，法则的平衡。